邀请台湾及国际优秀的身心障碍艺术家，让他们能够在喜爱的艺术里自由创作。以身心障碍者的角度出发，提供一个可供发挥的舞台，不受身心缺陷阻碍，鼓励所有身障者勇于站出来，赋予自我生命美丽的价值，同时让社会大众有更多接触与帮助身障者的机会，给予创作者实质的效益，让社会发展更为健康均衡。身障者每一个动人的故事与作品，因其自身独特性与对生命的热忱而发光发热，为抵抗生活不便，为艺术坚持而奋斗，带动身心障碍多元艺术创作，借由每年的联展，增进身心障碍者参与国际当代文化交流，培育身障艺术专业人才，促进国人美学与创意视野国际化，带给社会正向能量，鼓励大众以积极肯定的心态面对自我情况，透过作品展出，传递创作者的生命韧性，让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冲破极限，同时也传达出身心障碍者不受限制的多元发展，让每一位身障朋友借由艺术创作等专业技艺能够走出自己的一片天，借由艺术的心灵洗涤，让精神有所寄托，这也是艺术治疗的精髓。时方新闻记者赖依荣台北采访报道。